国三的时候跟一个女生有个一些感情嘛，后面就没有了。然后我请一个男生帮我，然后他说好，他说好，他晚上，他记到嘴巴在抖嘞。然后他晚上去跟那女生告白，然后隔天回来跟我讲说，我尽力了。我们还是好朋友啊，但希望你不要再靠近我们喜欢的男生了。记得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。看什么看？就在说你啊！干嘛那么凶啊？这到我干嘛？你到我干嘛？你没有任何遇过什么假面闺蜜的行为吗？假面闺蜜，假闺，很常遇到，就是知道北古丁啊。怎么样？也有那种兄弟之间背骨兄弟的嘛？但是讲会被处理耶。真的假的？有背成这样，要是会被处理的。我会怕啊。对啊，就是对啊，你知道就是你没故事你在想对不对？大家是朋友一场啊。逢场作戏啊，对，大家都知道，对，对啊，觉得这种兄弟事吼，我觉得我懂不了太多、啊。好，他没有，来你呢？假闺这件事情呢？你有碰到人家有什么故事吗？假闺蜜的，互相背叛，没看过，没看过吗？对，那我来问女生，好，谢谢两位，谢谢，谢谢。你们应该不会有什么假闺故事吧？有，我有。我靠，你有闺蜜哦？没有，那个来，我国三的时候跟一个女生有个一些感情嘛。哇，然后后面就没有了。然后我请一个男生帮我。哦，然后他说好。你请你兄弟帮你去。然后他晚上，他记到嘴巴在抖嘞。然后他晚上去跟那女生告白，然后隔天回来跟我讲说，我尽力了。我也觉得他跟你说哦，我尽力了，真的没用。但是他过程当中偷偷去把这女生给吃掉了，没有吃掉，没有吃掉，被拒绝了。哦，他也被拒绝了。那有什么好气的？你们两个可能都不怎么样。没有，他就是很表面啊。哦，你觉得他背地捅你这一刀？有啊。哇，来，你有什么话想跟你这个假闺假兄弟说什么？三二一，希望不要弄表面。OK， 好妹。他是国文不好，他这个造句都用上一句接下一句而已。其实基本上这招会被剪掉。好，干，你知道你有被拍过，你知道。打我啊，笨蛋！那这个时候我就要问到有没有一些什么假闺蜜、小圈圈的故事？哦，当然有啊。对啊，分享一下啊，来啊。因为我们班就是班女生居多。你说某一班好了。某一班哦。某一班女生居多，然后呢？某一班女生居多。然后女生居多的时候，通常就是会有一些……那个在瞪你，你要不要叫进来讲？来，同班、啊、分享假闺的故事、啊，快点！还是他们其实就是假闺蜜？没有，不是假闺蜜啊，先讲小圈圈的事情好了。Okay, 反正就是小圈圈通常会有几个人被孤立，对，就是他不在任何一个圈圈里面。哦，对，我知道。通常这种人就是一些班上的活动，他们可能就不太想参加。我知道，好，反正你有你自己的圈圈。对。哦，那大概我是一个大圈圈哦。好，那哇，就是你就是排挤别人的那一群这样。有没有突然发现好像自己太大群就是排挤别人的那一群啊？对，要，我会有时候会关心你。很好。好，你呢？有那种就是可能自己互动到一半，然后就自己玩游戏，然后玩到翻脸的。国中的时候放学，那时候他就在排路队，然后就在玩，所以就互相搔痒。然后，等一下他翻脸了，不要闹，等一下他翻脸，他感觉要翻脸了。然后那个女生没有，他现在笑很开心，他现在很开心。你脸为什么这么红？太凶了。好了，来。然后那女生玩到一半，他就翻脸，他就打我一巴掌。怎么样都不能打巴掌吧？然后我就打回去。怎么样都不能打回去吗？研判是黑吃黑，往内户打。然后陆哥就走了，然后就走了。然后隔天到学校之后，就是某一节下课，两三个女生吧，就到我旁边。然后那女生就打了一下我巴掌，然后他们就走出去了。那你就是超想打人的。来，最后有打吗？没有。想对这个侵犯你领土的这个女生打你巴掌，这个女生说什么话？来，跟她讲三二一。你脸真的很长。那怎么好像有画面知道是谁啊？没有，我不知道是谁。我跟他国中没有同班，我是社团。好 ，OK， 不联络了哈。不要乱打人家好不好，尤其摸脸真的不好。先说好，不准打脸。假面闺蜜有没有类似的故事？你感觉就有、啊。那你在吗？你有假闺是不是？我看得到啦。你不要指名道姓啊。没有啊，就是我们有一个女生朋友，然后她会跟别人的暧昧对象就是靠得有点近，然后我们就会有点在意。可是有些人他的个性就是这样啊，
我喜欢你是因为你跟他在一起我才喜欢。对，所以我们没有，他就喜欢这种身份的。我们没有撕破脸，但你就觉得对他这个行为你不喜欢。搞不好哪一天他就暧昧到你暧昧对象去了。对，哇哦，那你想跟他说什么？来对镜头，三二一。我们还是好朋友啊，但希望你不要再靠近我们喜欢的男生了。等一下，所以就是你喜欢的男生？不是我。哎，你们真正动作你就有魅力的哦。接着是班上上演后宫甄嬛传的故事，这是别人的，有两队班队，然后就叫 A 男 B 男跟 A 女 B 女好了。现在是 A 男跟 B 女在一起，然后那时候是 A 女跟 A 男说，如果我现在跟你告白，你会不会跟我在一起？然后我们就在一起了。可是在一起之后呢，那个 A 女又不想要理那个 A 男，然后反正后来就分手了。然后现在是另外一对 B 男跟 B 女，然后他们两个也在一起。然后在一起之后，就是那个男生常常比如说做一些恶的动作，或者是说一些恶的话，比如说就是可能没有经过他同意就开始搂他的腰，或者是讲一些比较露骨的话。哦，你说那方面的？对对对，然后坏蛋，感觉那群男生就会。我也觉得他们会，我也觉得，我也觉得他们会。对，别看着我呀。然后，所以他们后来就分，他们后来就分手了。嗯。然后分手之后呢，那个 B 男还是有去找那个 B 女说要复合，然后还说什么我会更爱你之类的。哦。然后什么我会，你一定会更爱我之类的，就这种恶心的话。哦。但是那个 B 女没有接受。因为他很恶心，所以不要。对对对，然后后来那个 B 女。跟 A 男在一起了，他们不是认识吗？因为同班都同班。对啊，班队不是吗？没有没有，刚才是 A 男跟 A 女在一起。我知道，可是他们之前不是都知道彼此是班队吗？对对对对。他怎么又干特会？他不会姐妹会吵架之类的？所以这就是接下来的问题，就是哦，是两队班队交错交往。对，所以哦，所以现在 A 男跟 B 女在一起，然后 A 女就开始，我不确定真正的起始原因是什么，反正就是 A 女跟B 男还有他们那一群朋友就开始说 B 女绿 B 男哦、OK 懂好，然后他们就吵架，也没有到真的吵，可是他们就是在班上或者是任何场合，所以只要提到绿人那种字，他们就要 OK 一下，你知道吗？好 OK OK OK， 所以你作为他们的朋友很尴尬。我没有，我直接他看戏哦，没有没有，我是拿爆米花那个。前期是这样啊，但后期就觉得真的觉得那一群太无聊，乱讲话，那太北蓝了，真的太北蓝，太北蓝。你不要乱讲话。Seven Eleven 联名拉拉熊二十周年纪念日超萌生活几点送活动就要开始了，你知道吗？什么时候？什么时候？门市快闪活动9月20号到9月24号，不限消费金额，报手机直接购买。好，小七积点卡9月25到10月31只要集满6点就能够用加价购购买。这次的拉拉熊周边超实用的，有造型陶瓷烤盘、陶瓷叠叠马克杯、时钟置物柜、感应式垃圾桶、收纳置物柜、棉被、3孔 USB 电源供应器、连帽毛毯、桌上收纳铁柜，还有收藏家们必买的拉拉熊系列娃娃，有3个 size 可以供大家选择。